在香港视察区议会选举的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周一表示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应该倾听港人的心声。奥尔顿10月份曾在议会发起动议，呼吁英国政府给予香港居民完整的英国公民身份，并且参与成立了英国跨党派香港议会小组，关注香港局势。获香港民主派团体邀请，在香港监察区议会选举的英国上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周日表示，希望看到香港公平自由的选举。奥尔顿勋爵还说，希望港人的抗争会成为追求民主人权的灯塔。奥尔顿勋爵周一表示，选举结果反映了港人的心声，林郑月娥应该聆听人民的心声。I would say directly to Carrie Lam, do not squander this opportunity. Don't waste this chance. Here is a moment. A window has been opened for you. Listen to what people have been saying. 虽然香港区议会权力有限，但此次选举投票被视为公众对政府的一次公投。新唐记者毕新慈、明玉综合报道。